我发现日本女生的化妆技术啊，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原来觉得日本小学生杂志送化妆品，教他们穿搭，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呢？可今天走进四五六岁的儿童杂志专区，看到里面又赠美妆盘，又赠美甲贴，我才知道是我肤浅了。既然看到了，就买一本画一下。当然也不能忘了美甲，杂志没有骗我，里面的赠品真的是一个美妆盘，就连大小也跟图上一模一样。先用黄色眼影打个底，再用蓝色扫一下眼尾，感觉涂了邓鱼魔涂。脸部用腮红点缀一下，还挺现色。再刷口红，多耍几遍。接着美甲，用里面赠送的贴纸选一个你心仪的图案，就可以开始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是画画用的，不是化妆用的哦。画了半天，这个竟然是画画用的。啊！我要去洗脸，可恶，中毒。